我要召唤出我的小弟了，冲锋！哟，各位新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是我小飞象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全新的魔法大亨。我们呢选择的主题呢是光魔法，和之前的不一样啊。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还有很多魔法，水魔法以及火魔法，还有这个黑暗魔法，有光柱的就代表已经有人玩了。好的，我们已经把一楼打造完毕，然后紧接着我们来打造二楼，看一下我们有什么非常厉害的武器啊。一楼的武器好像也有嘞。哦，看一下嘛，光魔法，哇，好像都是没有见过的武器。这个大亨好酷啊，怎么还在鬼畜感觉。拿一下我们的武器来测试一下。一把锤锤，我是雷神吗？锤锤下去有什么反应？哎，没有。这个锤子这边还有一个月亮的符号，这个呢，哎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很厉害，在幸运方块战争中可以这么冲出去。哇、哦、啊哎哎，这里有两个幸运方块，哎，有两个新的武器吗？来看一下。哦，真的，哇，这么多新的武器，我们一个个来看啊。第三个武器，哦，还有钱可以拿，黄金弓箭，这一箭射出去好像没有什么用。第四个武器是一把法杖，哇，前所未见的法杖，这哇，绿色能量，好自然的感觉，为什么是绿色的？好，然后是这把小哟，哇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远程的匕首，我的天啊，好厉害啊！哎，像法杖一样用的，哇、哦，好强！然后接下来就是幸运方块开出来的武器了，一把激光枪，一把火箭筒吗？哦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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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机关枪，这是一把。哎，我戴上这个之后，自己会戴上一个南瓜头的帽子。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喜不喜欢这款游戏，喜欢的话就给小飞象的视频点赞，然后关注吧，记得每天都来看哦。好，这个武器射出是什么样子？哦，还有特效，这个是刚刚一样。这把武器呢，哎，一把很普通的猎枪，然后这里哎有一把新的武器，我找到了，这里两把武器都是重复的，这是什么武器啊？好酷啊，也是激光枪。哎呦，我还觉得这把匕首厉害呀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匕首。好，我们赶紧去打造我们的大亨。二楼，一楼50000块钱，2500，我们现在身上钱是绝对够的。二楼的楼梯在哪里？怎么造的时候会一闪一闪，有些 bug 的感觉。二楼的楼梯出来了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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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看一下二楼有什么武器。哇，好久没有玩这个大亨了吧，对吧，各位小伙伴，很多小伙伴都喜欢看这个建造类的大亨游戏。这边是我们的金币的制造机器，非常不是特别贵啊。哟，这是我们的士兵，才多少钱？14K， 14000嘛，才够的啊，我们身上肯定是够钱的。好，这边三个法师在给我们制造我们的金币，然后这边强造一下。这个游戏好像只有三楼的样子，过一会儿我们就去进攻别人的元素啊！我们是光魔法，嘿嘿嘿嘿。这边是什么？哦，又是一些武器，哇哦，好多武器啊！先把它全部拿一遍，然后我们一个个试，感觉有很多新的武器。今天见到了很多新的武器，枪就不要了，这把武器我们给换到后面来。好的，基本上就是这些武器了。来，我们试一下，先是这把弓，最厉害的这把弓，最贵的这把弓，有什么用吗？没有什么用啊。这把呢？哎，有人过来！天啊，天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他居然敢袭击我们的基地，不想活了？我们先把墙给造一下吧，先把墙给造起来。哎，他又过来，哦。什么情况？黑暗龙卷风吗？哒！哎哎哎哎哎！别动，别动，别想走，休想走！哒！锤你！哇，他在我这边放了一个黑暗龙卷风，小瞧我、哦。先把楼上给造好。好的，我们的武器试到一半啊，这把冰弓箭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没有什么用。这把呢？这把法杖。哦。感觉没有什么任何用。这个呢，这个壶，
哎，大哥，这不会打我的吗？哇，我小弟嘛，我瞬间召唤出这么多小弟，我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们还是把点厉害的武器摆在前面啊，我们找点厉害的武器摆在前面，就比如说这个应该还不错，好，我觉得就这样还不错，嗯，就用这把武器就可以了，这把武器毕竟会发光嘛，这个法杖也不错。哎，这法杖怎么不扔扔？哎，我们人消失了吗？再次召唤，哈哈哈，哇，哎，还厉害，但是我们好像能砍死自己的人，哎。真的能砍死自己的人。诶，这法杖，法杖有点延迟，但我觉得这把枪应该也挺帅的。哇，这把枪在用的时候不能移动的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，一旦发出子弹不能移动，那这把枪不太行，不太行。这把弓呢，南瓜头的弓还是可以的。好好好，接下来这把法杖到现在都不知道有什么用，来再用一下，有用吗？没有什么用呀。好，我们把这里给造出来啊，你们不要跟着我了，不用跟着我了，你们不用跟着我了。这里是干什么的？哎，哦，服装。我看我们把你杀了。哦，叫！哇，太烦了，你们这些人，不要跟着我，消失了。哇，这个大汉的服装也不一样。哦，这是我们最帅的服装了，就有点像狼人杀里面的服装。这个是机器人。这是个普通的法师，这是再普通的，加10的速度，加这边有加血，加10的速度，加跳跃值，加生命值，这个是加5的力量，哇，来了老弟，超强。好，我们把楼上造完，等会就去报仇啊，去拿下他那个黑暗龙卷风，他是黑暗魔法，和我们光魔法势不两立，那我们就得赶紧走。哎，大炮。哦，好帅啊！哎，这大炮，哎，哦，看到没有 ？biu，biu， 哇，好强的大炮！这里呢，帽子，我们戴个最贵的，好吧，20K 什么帽子，好不好？好看吗？没有钱了，哇，我们把钱全用完了，这个2.2K 应该够吧？这是说22K 也不够，天啊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哎。哎，各种各样的方块，哦，没钱了，我的老天！那我们戴一个黄金巫师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飞起来啊，那不太好办这个事情。那我只能走出去喽。能不能飞起来？不能飞耶。我想知道我这把武器有什么用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有什么用？我们出去看看啊。哎，门口还有一个5000的可以造一下。这是个什么？哦，门口的士兵吗？我的士兵，好吧。哎，还有一个幸运方块试一下，不要是重复的。有什么东西？哎，新武器，这是什么 ？biu， 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。这把枪还不错啊。biu， 激光枪。哎，我那把激光枪啊，是这个是激光枪。滋，对吧？对头，哎，这又来了一个武器，都是枪，好吧，都是枪。好，我们准备去袭击一下，当中有个堡垒，是不是要占领它？我们去占领一下，带上我们的法杖，看看这法杖有什么用啊？天亮了，啊，没有什么用，这把法杖。哎，这里有个人，他想干嘛？回，吃吃我的究极闪光，哎。我要召唤出我的小弟了，冲锋！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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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我去！哒啦！是不是把他们的地方全部占领下来就好了？哦，这个法杖不像那个红法杖那么的机灵啊，这个好像都是重复的武器。这个已经是光魔法了，我们去当中城堡把他当中城堡给占了。哎呦，他要找我报仇，他想找我报仇，我的老弟。想太多了吧，找我报仇你哦，他射了我一箭，又射了我一箭，我走了，我不跟你玩了，好吧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们直接去当中那，哎，他还在射我吗？我去当中能不能把这地方给占领？我还在伤血，他还在攻击我，他完了，那他完了，别动，那他完了，
旋风冲锋龙卷风，嘚啦啦啦啦啦啦！哎，居然没有事。法杖，哇！他在攻击我，完了，我得赶紧走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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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得赶紧走。要不我们上去吧，只有跟他肉搏才有希望。我们上去，别被他看到。我被针对了，我们的武器居然没有能击败他的武器吗？这把弓箭应该是可以的，我觉得。是射速也太慢了吧，还是这把快 ？OK， 好。这个地方也被我占领不了，那我去这个地方占领。我等会去他家看看啊。我没有什么，我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能飞起来的武器，这是个问题啊。占领能不能占领？哎，怎么现在占领这个地方？没有什么用啊！我想飞起来，可是差那么一点点。又有一个武器，都是重复的。他家有什么武器吗？哎，看一下他家的武器，应该能踩着他的头进去，我感觉。别让我进去 ！Nice， 那我怎么出来呢？哎，我发现他家有个地下室，我先去地下室看看。好，来看一下他的武器到底有多强。有披风哦，哎，他有披风哎，可以啊。先来看一下他的武器，这把刀，哇，双刀，哦哟，我的天啊！法杖，哦，厉害了，这是把枪，这是把枪，披风把它拿出来，我们披风来了。哦，黑暗魔法剑，哇，好帅！这披风应该能飞吧？啊，隐身披风，哦，哇，好强的披风！哎，隐身披风，隐身，快快快，就是不能飞，但是能隐身。那我们要想办法出去。我从后面，但是隐身我看不到他自己，跳出去啊！完了，我出不去。是这个游戏最大的困难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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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 ，nice， 偷完他的装备出来，然后去别人家看看，去那个绿衣服的家里。我没有什么能飞的吗？这是什么枪啊？哎呦，哔哔哔哔哔哔，哎，这把枪感觉射速不快啊，射速还是不错的。哎，这里有把新的武器，这是个什么刀啊？哦。哦，这把刀我感觉比我的这把刀强，所以我把这把刀不要了。我感觉这把刀强。还有风，又来两个幸运方块。地图上很多装备，我装备快捡满了。又来一把刀，这是什么刀？弯刀，好像没有我这把刀厉害。那我把它换回来。手枪没有什么威力，但是这把枪的威力是很强的。我们准备去绿色的家，应该可以去。先来这里看一下，这边两个光柱都是黄色的，我觉得我应该能占领这个游戏。有用吗？能占领吗？站在这里没有什么用，我觉得应该是能占领地盘的。你看这里两个光柱都是黄色，是不是要爬到楼顶上？我爬一下看看啊，爬到楼顶上有用吗？没有什么用，没有什么用。这里有一个武器，我可以拿。这里有人儿，那我来试上他的枪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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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怕了吧？哎，我这枪 CD 好快哦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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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！我先去他家偷下武器吧，看他家有什么武器。这大坑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，我已经玩了十几分钟了。最后的话，我们把。但是我的武器快哇上来了，我看一下他的武器是什么。这个绿的难道是草魔法吗？哎，他家有人，有，就就就就就好，偷完就走，看一下草魔法什么武器啊，偷完就走。有人在打我，哎呦，我要上楼，我要上楼，别，楼在哪里？他没有造楼上的电梯，完了，他把我关在里面了，我的天哪！那我赶紧用一下他的武器，看什么有什么威力啊。哎，我有隐身法杖，对哦。这个卷轴有什么用？哦，这把刀，哎呦，好像还不错的样子。这个是什么？
也是隐身的。哇，你们的武器都好强啊，都能隐身的，为什么我不行啊？对对对对，这把枪是可以的。好吧，那么我们好像，哦，他来杀我了啊！我没做好准备。好吧，那么我们回去把我们大亨里的东西给打造完。我感觉我们的大亨不强，我们的这光魔法不强，只能说中规中矩吧。看一下，哎，这里有个箱子掉出来 ，XP 经验值，哦，这游戏还有经验，哇哦，这个什么黄色头盔，要是有飞毯什么就好了。啊，宠物草泥马，好可爱啊！好吧，那么时间差不多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实况就玩到这里，各位小伙伴记得关注点赞，明天准时收看 ，See you tomorrow， 拜拜。